样对身体不好，有违养生之道啊。话说乌鸡国王为了追求长生不老，动员了银鬓鸡、洗澡鸡、围鸡、劳鸡、来鸡、童子鸡跟海底鸡来对付西游团队。国王欢天喜地地抢到了禅杖之后，却才发现它其实完全没有养生的功效。他决定抛弃禅杖，采用混世魔王推荐的最新养生之道。来人呐，给我准备煲汤。又不是广东人，怎么老是要煲汤啊？这光扬起手拍拍灰尘，大步走乘风破浪，飞越高山，飞越海，飞过万千阻拦，只要同行不怕难，轻松勇敢向前冲，哎呦哎呦，手牵手点亮心中的火，追寻快乐大声说，混一族得到了禅杖，高高兴兴地扬长而去。他们并不知道这乌鸡国的王宫根本就是个大迷宫，他们更不知道他们最害怕的孙悟空已经打破了大马桶，即将在这个迷宫里跟他们狭路相逢。你们有什么感想啊？报告老大，你真是足智多谋啊。我不喜欢听不懂的成语。我早就知道你没有上过幼稚园。孙猴子不是被我们关在大马桶里面了吗？他该不会……哎呦！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我只是担心吧。孙猴子被我关在比保险柜还要结实的大马桶里。不，小乖乖。乌鸡国传奇下。不可能，什么啊，小混混？你背后藏了什么啊？启禀孙大王、龙大王、金大王，我们已经改邪归正，不当小混混了。混了，混了！改邪归正。那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？既然您这么关心，那我就很骄傲地宣告我的自白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不信。讨厌了，都不让人家演完。没空听你们废话，说，我师父呢？唐大师被乌鸡国的坏蛋国王抓去煲汤了。啊，又不是广东人，怎么老是要煲汤啊？我们快去救师父。小混混，你们最好是真的改邪归正了。我们走。老大英明，大妖怪，还不快继续出场白。是老大，我们不是小妖怪，我不在搞破坏，我们也不在作怪，没有我们的存在，怎么会有的悲哀？我们是清洁、清洁再清洁，健康、健康再健康的环卫一族。神经病，真无聊！神经病，真无聊！老大，我们为什么要表演出场白给走廊看呢？作为敬业的表演工作者，节目一旦开始就必须把它演完，知道吗？哇，老大好敬业啊！这样，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喝到唐僧大补汤啊？大王，请稍安勿
焦躁对身体不好，有违养生之道啊。对呀，我们不焦躁。这唐僧大补汤可是一定要遵循我的家传古法，用钻木取火的火慢慢慢慢的炖，才能够发挥最好的功效。对对对，功效最重要。不但唐僧师徒要全部一起煮，还必须加上我的家传大补汤配料，才能保证陛下得到长生不老。好好好，赶紧加料，赶紧加料。我去把唐僧的另外三个徒弟也抓来保汤。嘿，这样才能真正确保陛下长生不老啊。别吵了，快把火给我点起来，我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们三个马上就会被送来当药材了。我就要长生不老了。还是堵着，这里根本就是个迷宫嘛。别急，我们仔细听听有什么动静，应该能找到出路。嗯，我们看有没有煲汤的味道。请帮我小心啊。各位好，我是负责把你们抓去煲汤的飞机大侠，你们终于来啦。只要往叫声的反方向跑就对了。谢谢你啊，朱先生。朱先生，朱先生。我嘞，我们该不会永远走不出这个迷宫吧？闭上你的乌鸦嘴。那边有只鸡，快去跟他问路。是老大。请问大叔，这迷宫要怎么出去啊？谢谢大叔。报告老大，往那边走。我们就要脱身了。谢谢你啊，士兵鸡。兵鸡，兵鸡。不要紧的，这些都是营养大补针，你们一定要健康，才能成就我们国王的长生不老大业啊！来来来，你们也补一补。可恶！你说你是飞机还是肥鸡啊？你这补药还真是有效哎！来试试这个吧。飞机大侠要干嘛？飞机大侠要结合包蛋，劲爆五彩荷包蛋哦！来试试这个吧。各位笑得好，多笑笑，身体好，这样才能成就国王的长生不老大业啊。好好的鸡蛋你干嘛扔在地上啊？你在干嘛？
各位尽管笑，多笑笑，身体也好，这样才能确保你们的体内不会有毒素。谢谢你们帮忙，成就国王的长生不老大业。真高兴你们这么开心，等等下锅的时候，你们也要维持这样的好心情哦。孙猴子，你也有今天呢。水滚了，来呀，快给我下锅。启禀大王，这位胖胖的食材临死之前心情激动，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内分泌，不但会影响肉质的美味跟口感。更糟的是，吃了会对身体不好，有违养生之道啊！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大王，您放100%，我受过专业的谈判专家训练，我来劝服他安然就死吧。大王，您放1000%，我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，我用歌声来安抚他的灵魂吧。铲除大王，您放10000%，我是教徒，我用宗教力量来感化他。玛丽乌里西瓜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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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玛丽乌里西瓜利。你们笑得很好，多笑笑，身体好。师傅，你快说说那句话。玛丽乌里稀里呱哩，玛丽乌里稀里呱哩，玛丽乌里稀里呱哩，玛丽乌里稀里呱哩。欢迎来到乌鸡国，别啊，别再哭了，欢迎来到乌鸡国。来帮帮我，全洗澡啊，干干净净，晒干。别哭去了，都哭去了，晕车之后就不怕了。亲爱的胖子你好，请不要哭个不停，哭对身体不好，用为养生之道啊。
戒会觉得食物不好吃吗？猪八戒会觉得食物不好吃？真难吃！老板，再来一碗。啊！先煮了他们，等最后三个送来，我就可以长生不老了。万岁！长生不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什么事情都可以坐下来好好谈。叽里呱啦，稀里糊涂，听你念经真的想吐。Time to say you are sorry。欢迎你们，快投降啊！别呀、啊、别呀、啊，别生气，来抱抱，别洗澡，脏兮兮的下地狱啦！别生气了，东风去了，运城之后就不气了。亲爱的矮子你好，请你不要气呼呼啦，气对身体不好，有违养生之道啊。哦，么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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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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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父王，我要你长生不老。我的父王就是为了要长生不老，才压榨了许多乌鸡国国民的精血，炼成了两瓶超级。乌鸡精，他喝了一瓶，果然立刻变得精力过人，厉害非凡。但是，他也马上产生了不祥的副作用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你跟我一起长生不老。乖儿子，凡事都有自然的规律，不能强求。父王要我好好收藏剩下的这一瓶超级乌鸡精，作为乌鸡国领导人永远的警惕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长生不老。所以我说，凡事都有自然的规律，不能强求。想要健康长寿，不能只想着吃什么仙丹妙药，靠什么禅杖的法力，而是应该注意饮食，多吃蔬菜。我咕嘟咕嘟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长生不老。Yeah.
就是所谓不祥的副作用。我已经预知了未来30年的生命力啊，师父说的真的很有道理。感谢师父的教诲，对不起，谢谢师父，受惊了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原谅我的愚昧，师父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傻了。很高兴你们能够领悟顺其自然的道理，也祝福你们长保健康快乐。朱心像大师至少最崇高的敬意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贫僧敬佩大王的大智大勇，能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也很佩服你，打架的时候动作还真快。啊，恕罪，恕罪。哎，有意思，那几个家伙的动作也很快啊。是孙先生啊，我已经改过自新了，能不能不要体罚呀？要体罚，要体罚。小把戏骗谁啊？你很喜欢西马哦，拜托轻一点。幸福美丽，简单的，只要相信爱就可以。